你听过这歌吗？没有。好听吗？你觉得？好吵啊！啊？好吵！你觉得这歌？不，你再听一次。就是猛一听会觉得很吵，它往下听下去就还 OK。哦。距离开播还，就是你觉得什么？就是刚开始会怎么？猛一听会很吵。然后呢？然后听下去就还 OK。咋啦？没事。咋啦？没事。是不是给我下的什么圈套？不，这些也不是。哎，你再好好说一下，你刚听这歌什么感觉？不要发语音，我跟你讲，不要录我的语音，绝对是你哪个朋友创作的，然后你让我说给他听，这点小伎俩。这个歌是我们节目的主题曲。太好听了吧，哇！是路虎哥写的。那段能掐了吗？掐不掉，掐不掉，多好听啊！